要到这个银行看一下。我昨天来这个网点，它是没有钱。我要到这看一下，今天有没有钱？就是几个提款机都是空的。啊，那个有钱。是不是只有一个能取款，还是怎么回事？他取到款了吗？不知道，我要试一下，看他能不能取到款。就是看一下这边能不能取款，这边昨天来的时候他那两个机器是没有钱，今天不知道有没有，看他取的款了吗？试一下这个机器。查收卡。为了安全起见，一旦您的交易开始处理竞品卡，就会退回。提款可以提款吗？啊，今天还挺好。啊，可以提款，那挺好的。取消，取回你的卡。我试一下这个机器吧，看看这个能不能提。试一下这个，看这个，你看提款暂时无法使用，这个不能提款，是吧？可以存，但是不能提，取消。No cash. Not take money out. Yeah, yeah. 你看，这个是不能提款。看他们能提出来吗？看他们能提吗？所以他这个三个提款机，昨天我试的是左边这个和中间这个都不能提款，第三个我没试。今天第三个是可以提款的，但是左边这两个好像提不了款，就是这样的。看他们能提吗？看他们能提到款吗？好像也提不到。就是美国这边这次一乱，秩序一乱，所以可能他这个银行也不敢往里边放钱了，可能是。人们来这边大体上都是来提现金，因为这边是。因为美国这边他们很少拿太多的现金，他们很少带太多的现金，兜里可能也就带着几十块钱的现金啊，所以就是这样。就是这样啊，
今天不知道怎么样，今天我一会儿试一下左边这个，看能不能提款，应该也提不了。There's no cash. And we cannot take cash out from this machine. No cash inside. Yeah, maybe the third one, you can try the third one. Maybe you want to take a cash. Maybe the third one is okay. I will try this one. Just now I tried this one. There's no money inside. Yeah, yeah. Maybe the third one you can take money out.提款暂时无法使用，对吧？不能提款，不能提款就给他存点款吧，存点款吧，存点款吧，给老美做点好事吧。给他存点款之后，可能他这个机器就有现金了。可能无法立即提领存款资金，我们一般政策是收到任何存入的资金被冻结。他在里查呢。这个张不识别，这两张不识别。两张不识别，我换两张。等会儿啊，换两张，换两张能识别的。哎，继续增加现金。他这边跟国内存款不一样，在国内存款需要里边查呢。您想要做什么？41亿受理。880，继续。对，我们正在处理您的交易。我估计我把这个款存完之后，如果他们再想取款，就应该就可以了，他就可以取了。我试一下，我把这个钱存进之后，再试一下取款，看看能不能取。存入金额为880啊，这个数还挺吉利。正在处理您的交易，取走健康卡，正在这，不要手机。是否要进行另一笔交易？是，请重新插入卡片。接近非洲对话机信号上。插进去吧，插进去吧。快速取现，无法使用。提款还是无法使用。我刚存钱进去了，这里边这个钱还是提不出来。这有点不讲理哦。取消。哦。这个钱存进去了就取不出来了，也行吧啊。应该是，我还以为这个钱存进去之后，下一个取款呢就能够取出来呢啊，结果取不出来啊，也行吧。拜拜，再见了，再见，拜拜，拜拜。